1065年国中自然会考第12题，制药在笔直的跑道上面折返跑，它从 P 点起跑，路径是 P 到 Q，Q 到 P，P 再到 Q， 然后 Q 再到 P， 再回到 S， 总共历时15秒钟，路程如图无所示。下列何者可以表示这一次制药折返跑的平均速率？首先，平均速率我们需要找的是路程跟时间的一个比值，也就是拿路程去除以它过程所花的时间。这个地方呢，一共是有五个段落，五个段落的路程我们必须把它累加起来。首先 P 到 Q 是10公尺， Q 到 P 第二次也是10公尺，接下来的第三段 P 到 Q 还是10公尺， Q 到 P 再一次10公尺，最后 P 到 S 是5公尺，所以总共的路程是45公尺，所花费的时间15秒钟，45除以15，所以可以计算出来是3公尺每秒，每秒跑3公尺的平均速率。那么由于平均速率它是没有方向性的，所以选项 C 和选项 D 我们应该回答的是 C 选项。